不是迷信，不是盲从。第八，利益今后周遍无尽，这是事实。所以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宣讲净土三经的，一切诸大菩萨没有不弘扬净土法门的。第九，顿舍六根证圆通净，这个法门是圆教，是顿教，圆是圆满，没有丝毫缺陷。顿是快速，顿超。弥陀经常告诉我们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七日，还有哪一个法门七天能成就的？这个法门七天真的会成就。那么也许有人要问，真的七天成就，我们念佛念了不止七年了，为什么不成就？那不是经上的问题，是你念得不如法了。再要说一个不好听的话呢，你根本就不想去啊。